的。对啊，那时候可是造成大轰动，还有机器人来找我们签约的。怎么我不知道这件事？哎呀，肯定就是因为你提早跟家人出去玩了。真假？当然是假的。害我还以为你要去当明星了呢。好了，我们别扯了。有请四爱带来《逃离银河咒》小学夏天游戏中老师宣导老师指导。爸爸妈妈。